湾区百公里由粤岛澳大湾区泛户外联盟200多家户外俱乐部旅行社自发举办。一般分5站走，每站徒步约20公里。前年累计完成约100公里徒步，每完成一站均会颁发一枚专属纪念奖牌。第4届就在惠州双月湾大兴山开启，这是一条风景不输东西冲的原生态山海线。还有可媲美香港破边洲的巨石阵，登顶大兴山还可赏世界双湾奇观。Just as surprised.
挑战组全程约11公里，累计爬升约200米，难度不到三星，比深圳东西冲还简单一些。强度约2星，风景5星，预计用时4至6小时左右。路况由村镇街道、海边沙滩、海岸原始小道、沙石滩、乱石岩径、礁石岩壁。草甸荒漠、水泥道路等组成，部分路段无树荫遮挡，请做好防雨防晒。